掌声鼓励来钟丽老师。我喜欢和一个女孩子玩儿，我们之间的爱。钟丽老师啊，那也要感谢我们的军歌班跟书画班的书画班的大远中书画过来一下，来我们到前面来好了，来一起来，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感谢他们。哎，那真的、如果你不喜欢跑步，不喜欢骑脚踏车，又想要运动的话，来参加他们的班级，硕生肚皮舞班。好，那我们掌声再次鼓励一下他们，感谢他们的表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